我觉得苹果手机在这方面设计的有点欠妥，用户体验不是很好，特别是新手的用户体验。那就是在锁屏界面如何快速快捷打开灯光，左下角是灯光的标志，右下角是照相机的标志，很显然这个照相机这么一滑就过来了，但是灯光这么一滑是过不来的，向上滑是解锁。那这个手电筒怎么办呢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这个位置打开，但是这样感觉很 low 哈，需要两步，而且还得找，很麻烦。实际上是这么做的啊，这个图标摁住大概两秒它就会打开，然后再摁住一松手它才会关闭，而且这是有震动的，很舒服。但是第一次特别是着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打开，很麻烦。这个摄像头也是摁住一松手它就打开了，摁住一松手，哎，挺好玩。虽然挺好玩，确实挺好玩，但是你得会了之后才觉得好玩。但是第一次你不知道怎么弄的时候会特别的着急，找闪光灯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反复点击也开不了。希望这个小经验对你有帮助。